支持啊，大姐，我等了你老半天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呀、啊？学校里的杂事一大堆，我们通过电话到现在快两个钟头了，我以为你啊从幼稚园走路来的。我本来一放下电话就要来的，可是临时有事情又给耽搁了。哎呀，大姐，你这把年纪了，幼稚园的事啊就可以不要再管了，通通叫个玉梅，我相信她挑得起来。玉梅虽然不错，可是她的个性啊太柔了，幼稚园里边好多小朋友都把他当成同学，一点都不怕的。那也不错啊。谁说不错？这个年头的小孩啊，个个精明，胆子又大又顽皮，他们年纪小，不明是非，常常犯错。我们拿了人家家长的钱，就得好好教导他们了，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人家家长，又怎么对得起自个儿良心呢？可是你也不能成天这样忙法啊。反正我是劳碌命，你让我闲着我会生病。哦，对了，思思啊，刚才你在电话里边说星期六请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姐，星期六室友的女朋友佳蓉跟她的妹妹佳佳要来。哦，他们交往多久了？有一段时间了，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她。室友常常在我面前夸奖她，如果真的不错，我想尽快的让他们订婚。这么快啊？嗯，世勇的情绪啊有时候不大稳定，我想跟他早一点定亲，他就可以安下心来做事。我跟伟成的看法可能会比较主观，所以想请大姐来以客观的立场好好的相相加容。哦，你是要让我做评审委员呢、哦、对呀、啊、大姐见多识广，阅人无数，我相信大姐的眼光。思慈，别把这么重的担子往我肩上放，世勇要娶媳妇儿可是你们林家的事儿哦。大姐，不管你怎么说，这件事你可不能推脱。那世勇本身对这件事情的心态如何？世勇很喜欢佳蓉。喂，我是林思勇。林先，你等一下啊。大虎，电话打通了。沈阳啊，你有没睡一会儿啊？魏老板，你在家里啊？是啊，我睡得刚才才起来，我第一个就想到你，我没料到你真的在上班哎。自己的生意就是再累啊也得管啊。哎，你妈不知道你天亮才回去吧？她不知道，我一早就悄悄地溜进门，连衣服都没换，洗了个澡就溜出来了。世勇啊，你别光想到赢钱，这觉还是要睡的。我知道，魏老板，真不好意思又把你给宰了。输亏自己人没关系，反正我不是输就是赢啊，只要大家玩得愉快就好了。过两天有空咱们再聚一聚。我最近恐怕时间会比较紧一点，星期六我女朋友要到我家去，我爸爸从新加坡回来要住几天，还有我姨丈啊，还有大姑妈啊，大姨妈，他们都会来我们家跟我谈谈我女朋友的事。听你这个兴奋的口气啊，用不了多久你姑妈要请我喝喜酒喽。魏老板，我可没那么说。虽然你没说，可是我猜得到。但愿事情能够跟你猜的一样。不会错的，大概最多再过两个月呀、啊、你一定会请我喝喜酒的。不可能这么快啊。哦，那你说要多久啊？这结婚必须要男女双方同意才结得成，我现在只是一厢情愿地告诉你结婚的日子，万一结不成，那我岂不是骗你吗？我怎么可以骗我最好的朋友，你说对不对？你没说错，咱们可不能欺骗自己的朋友哦。今天我不逼你说了，等你决定结婚的时候啊，一定第一个先通知我哦。好，你放心，有消息啊我一定尽快通知你。你可得记好，别说过了就忘了哦。不会的，你放心吧。好吧，再见。再见。
海平啊，海平。哎，什么事啊？你打电话找他们几个来。嗯。大哥，您是有发生了什么事？他快要结婚了。那我没有跟他打过牌，我不用发红包。你呀、啊，阿雄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么笨呢？人世勇是拿他爸爸的钱来做生意，不管是赚是赔，完全由人世勇来支配。可是等他要一结婚，那个情形就不一样喽。林世勇结婚以后，他老婆会管他的钱。小秋的脑袋是灵活多了。林世勇结婚以后啊，就多一个女人控制他的口袋，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拿他的钱呢，那可就麻烦多喽。大哥，那我们怎么办？这就是我急着找你们来的原因。可是阿郎还没有答应回来啊。软的不行啊，恐怕要来硬的了。我全权交给你们去做，任何问题我来担当。刚刚要上幼稚园了。盘盘，你以为我这点钱够你上幼稚园的？我不知道。这个钱呢，是交这个月电费的。盘盘，我们要是不交电费啊，电力公司啊就把我们家的电呢给剪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摸黑了，那就惨喽。盼盼，妞妞是不是告诉你要把你送去上幼稚园，对不对？哎，这个傻丫头，她因为钱是那么好赚，她要是为了盼盼要上幼稚园而做出什么傻事情，她就划不来了。妞妞，妞妞，把这些零件给我吧。领班，怎么回事啊？是你叫我送的，怎么又……人事室的主任打电话要你去一趟。主任找我干什么？谁晓得啊？说不定他要升你做领班呢。主任，你找我？啊，待会儿你到财务部去，他们会把你的薪水结算给你。为什么？因为你被开除了。为什么要开除我？最近厂里发生好几件员工薪水失窃的事，安全室调查新来员工的资料，你有这种恶习？不是我。安全室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指明是你，但是我们有权利请涉嫌的人走路。我告诉你，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没有拿任何人的东西啊。你对我叫也没有用，事情已经决定了。你在干什么？外面有那么多好玩的，你不去玩？码头有什么好玩的？外面那个大街都在玩，不稀奇啊。码头没有人玩，那不叫好玩嘛。冰冰，以后不要再玩马桶好不好？为什么？老师叫你不要玩，你就不要玩嘛。
小孩子越顽皮，就表示他越聪明。可是他有点聪明过度了。他是跟别的孩子不同，而且叛逆性也相当的重，像这样的孩子才更需要施以适当的教育。昨天晚上小罗告诉我说，他们幼稚园里来了一个小捣蛋，才来了几个钟头就把他们园长养的小鸟给放了，而且还打哭了三个小朋友，打破了两块玻璃，吓得他们园长赶快派人送他回家呢。你说的这个孩子就是冰冰。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情？我必须要让妈知道他的辉煌记录，妈才能决定要不要他继续来上学。他现在在哪里？小朋友都在上课，只有他一个人在外面溜达。不错，你还蛮懂得礼貌。我问你，别人在上课，你为什么不上课？他们不喜欢我。那你喜不喜欢他们呢？不喜欢。你不喜欢他们，他们怎么会喜欢你呢？他们欺负我，所以我。你是故意躲开他们，怕跟他们吵起来，对不对？对呀，那还是一样的。昨天在同庆幼稚园，是不是也因为很多小朋友欺负你，你才把他们打伤的？那两块玻璃是因为打架才打破的，是不是？不是，他们拿扫把打我，我躲开，他们就打到玻璃啦。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啦。那你把陈园长的小鸟儿给放了，那又是为了什么？小鸟关在笼子里好可怜哦，一直在哭，所以不是把它放掉啦。小鸟怎么会哭呢？我只听过小鸟会叫，小鸟不会的哭，而且叫的声音很好听哦。一点都不好听，小鸟关在笼子里面的叫声，就像我以前做错了事，妈妈把我关在厕所里面的哭声。妈，你问过他啦？你到我办公室来。妈，你考虑的怎么样？我要把他留下来。可是张老师说，明天把他调到你这一班。可是张老师的资格比我老多了，他都不敢在。所以我才要你收留他，对他，你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去吧，放学的时候你要特别的留意他。
别让他跟其他的小朋友吵架或者发生意外。请问吴晨秀月女士在不在？啊，我就是。请问你是？我叫郝玉梅，是方圆幼稚园的老师。哦，哎，冰冰到你们幼稚园上学了？是的。哎，她没有被开除吧？没有。可是放学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冰冰，所以我是来问问冰冰是不是新回来了。冰冰没有回来啊，你们学校不是有车子接送吗？嗯，伯母，你刚才都没有出去吧？我一下午都在家里，冰冰确实没有回来耶。糟了，冰冰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这样好了，伯母，我再回幼稚园附近找找看。你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到冰冰的。好，老师，那就拜托你了。伯母，千万别这么说。这是应该的，也是我们的责任。那我走了，再见。再见。奇怪，冰冰会跑到哪儿去呢？哎，小慧，小慧，再见嘞！我去拿钱给你啊。冰冰，好久没看见你了，你想吃什么糖果啊？你去替我给他车钱好不好？哦，好，好。阿彩，你去替冰冰付车钱吧。冰冰，你坐了多少钱车钱呢？不知道。你拿100块钱给去找就好了嘛。好，谢谢欢乐奶。乖，你现在在念幼稚园呢？我念中班，人家幼稚园都有车子接送的，你怎么自己坐计程车呢？我不喜欢跟他们坐一起吗？哦，啊，冰冰啊，你想吃什么你自己拿呀，啊。长得好可爱哦！你长得好丑哦！哎哎，小朋友，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哦，有好多好多糖果，我带你去好不好？不好，我这里糖果多的是，你要吃的话，我可以给你一根。哎，小朋友，我带你去哦，去那种有电动玩具的地方好不好？不要，我今天在学校玩得很累，不想玩了。不想玩也不行，我一定要带你去玩。你不带我，只是还笨呢。我不去，你怎么可以带我去？我要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你带去。我才不怕呢，我是混吉部的小霸王，你知不知道？啊，你是小霸王，我是老霸王，我今天这个老霸王要吃你这个小霸王。到此叔叔啊，门都没有。阿叔叔，阿叔叔，快救我啊！怪，我明明听到冰冰喊救命的声音呢。难道我耳朵被打坏了？没有啊，很正常啊。
我大概有脑震荡哦，要不然呢，你就神经病了。到哪里？我送你。上车吧。我很近，我走几步路啊就到了。放心吧，我受你们那么多的照顾，我不会收你的钱。如果我不坐你的车呢？阿皮，给我一个报答的机会吧。哼，坐就坐嘛。难道你敢把我带到山上去挥师啊？到了，请。这里不是山上吧？不是。自己心里有鬼，所以啊，老想着别人也跟你一样坏。阿比，我告诉你一句真心话，我现在开计程车，虽然没有以前赚的钱多，但是生活很快乐。很心安理得，所以我想劝你回到你父母跟太太的身边，好好的过正常的日子。再这样混下去，将来不是坐牢，就是挨仇家的刀枪。我记得你有一个很可爱的孩子，阿皮，不要让你的孩子找不到他亲爱的爸爸。老金啊，老金，啊，老金啊，哎，冰冰有没有在你们那里？没有啊，冰冰不是到幼稚园上学去了吗？刚才学校的老师来说，他跑了。这就奇怪了，学校不是有车子送他回来吗？是啊，就是上车的时候老师找不到他了。老师，怎么样？有没有回来？没有哎。老师。你有没有再回学校找过啊？有啊，我把小朋友都送回家以后，又回学校找了一遍，就是没有找到冰冰。他会不会去躲一下了？伯母，窦唯是谁啊？
都是阿郎的朋友，冰冰曾经住过他家。秀月，你在这等一下，我骑脚踏车马丽打个电话。哎，老金，不用了，我直接赶到杜伟家。万一杜伟家没有人，冰冰在门口等也说不定啊。好，我们走。哎，你在这里等着，万一冰冰回来进不了门怎么办？好吧。伯母，我跟你一起去。老师，不用麻烦了。不，伯母，除非我亲眼看到冰冰回来，否则我心里不放心。好吧，那我们走吧。吴妈妈，干什么啊？豆，豆，冰冰没有回来啊？没有啊。吴妈妈，请坐。啊，豆伟，这位是冰冰今天去上学那家幼稚园的好老师，他来告诉我说冰冰不见了。啊？怎么会呢？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是放学的时候，小朋友排队上校车，我才发现冰冰不见了。哦，难怪哦，我刚才还听见冰冰在门外面喊救命啊。那你没有出去救他？有啊，所以我才拿这一把木剑啊。当我冲到外面去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我还以为我自己的脑子被打坏了。对，你脸上的伤是被人打的。我，是啊。是不是大虎那伙人？嗯。那冰冰一定也是被他们带走。我想一定是。那我去打电话报警。哎，不行啊，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带走冰冰，我们没有证据啊。只要警察到大虎那儿找到冰冰，这就是证据啊。哎，那万一冰冰不在大虎那里呢？哎，哦，哎，冰冰会不会跑回素云家？哎，对，那你赶快打电话到素云家问问看呢。晚了，没有人接啊！我又不知道素云上班的电话。喂，喂，你是素云吗？哦，是静怡啊，我是德伟啊。我正要去上班，幸好才出门就听到电话响。哦，冰冰有没有在你们家？当然不在啊。那你赶快通知素云，叫他来我家好不好？冰冰出了什么事？是不是又被学校退学了？冰冰从学校里面跑出来了，他们的老师还有阿郎的妈妈都在我们家。哎呀，我们都急死了。好好好，我马上通知素云。哦，好好好，他马上跟素云联络啊。喂，中文打字行啊，我找素云。什么？他走多久了？小丽，你有没有看到静怡？没有哎，奇怪，这么晚了，静怡怎么还不来呢？喂，哦，你等一下哈，苏云，你的电话。喂，我是素云。素云，冰冰不见了啊！你怎么知道？豆伟刚刚打电话来，叫你马上到他家去。哎，哈，你总算回来了，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呢？什么事？阿郎。妈。郝老师。阿郎，对不起。妈，怎么回事？冰冰失踪了。失踪？在哪里失踪的？在学校。哎，对对对，校车要送小朋友回家的时候才知道冰冰不见了。阿郎，对不起，是我们的疏忽。不不，阿郎，不能怪郝老师他们，依我看一定又是他们。如果在冰冰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不到，
那就是大夫带走冰冰。啊，那就糟糕了，我们惹不起他们呐。就算他们有三头六臂，我也不在乎。我去找他们。阿兰，你不能去。妈，要是你一生气跟人家冲突起来，不管是你伤了别人，或者是人家伤了你，那都……我不让你去。妈，我必须带冰冰回来啊。可是你自己怎么办？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你再走上绝路。妈，我现在和当年完全不同，我不会冒失的跟大武起冲突，我会很平和、很理智的解决这件事情。妈，我走了。好吧，那你尽量忍耐啊。我知道。伯母，请问大虎是什么人？他不是好人。哦，好老师，彬彬的事不是你们的错，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吧。不，我还是要看到彬彬才放心。你已经等那么久了，我们也不知道要等多久，你还是先回去吧，免得你家里担心。可是你要是不放心，把家里的电话留下来，要是彬彬回来，我马上打电话给你。煮熟的鸭子你都能让它飞了，喂，我就是。你哪位？阿郎，你改变主意了？好，当然欢迎你回来了。好好好，我一定等你。嘿嘿，你先别激动，等见了面再说。好好好。大哥，阿郎真的要来哦？嗯，那我要先逼逼他。干嘛要逼啊？他一定是为了冰冰的事要来找我。哼，没吃到羊肉你还惹一身骚。海平啊，海平，准备酒菜，欢迎阿兰回来。要不要我把刀子架在你脖子上，你才肯说？老大，请你告诉阿郎，我没有嘛。阿郎，我人格保证，阿兄绝对没有。你有什么人格？你配做人吗？阿郎，住嘴！不干你的事情。阿郎，再不说，我就当你脑袋开花。阿郎，我真的没有。不过我有看见一个人把冰冰抓走了。快说！如果你说谎骗我，我一样要你的命。是那个小户头了。小户头才不会做这种事情。为了，不信你到他家里去找，要是找不到，你再回来要我的命好了。好，我再让你多活一个小时。如果小户头没有抓走冰冰，我一定会再回来。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要你的命。你，对，你好。哦，你就是素银啊。请进，请进。素银，我是阿郎的母亲。伯母你好，冰冰给伯母带来这么多麻烦，真对不起。
不麻烦，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吴妈妈，不用我再介绍了，她就是你未来的媳妇啊。来来，过来这里坐。冰冰啊，你跑到哪里去了？小布叔叔，小布叔叔，小布叔叔！冰冰，吴奶奶还有豆叔叔到处都在找你，你跑到哪里去了？坏人把我抓去了。哪个坏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你叫的那个小户啊？才不是了，他把坏人打跑了。我才能回来的。这么说，小户是好人呢？对啊，他请我到他家去，还给我吃一大碗的牛肉面，冰冰炒的米粉呢，还好吃呢。什么意思？要把我锁弄坏？你把冰冰交出来，你要赔我一把锁。如果冰冰有什么差错，我要你的命。今天你们不赔我一把锁，你就别想离开这个地方。好，你说，你那把锁值多少钱？500块够不够？不要那么多，25块就够了。30块赔你，我现在就要你为冰冰赔出一条命来。好，今天我们就提早做个了断。交出来，我就用你这把刀收拾你。你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小木，你不要逼我，不要逼我杀人。我求求你好不好？你到底把冰冰怎么样了？今天不把冰冰交出来，我绝对不走。冰冰已经安全在家里。你有什么想说？我一直来告诉你。等一下，找你五个，散会。
找到没有？回来了。没有事吧？没有。没有就好，真是谢天谢地。哎呀，素媛，你怎么搞的嘛？你想害死我是不是？郭经理，对不起。哎，老不休，不要凶了，他已经回来了。刚才幸亏经理带你唱，还不快换衣服去。我知道。真要命，上班时间怎么可以乱跑。冰冰呢？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对呀、啊，早就回来了。是不是小吴送他回来的？你怎么知道？阿郎，你没有跟他们吵架吧？对，冰冰是不是素云带回去了？没有啊，素云是一个人回去的、啊。冰冰呢？在你房间呢、啊。我要打死所有的坏人。气啊！对，生你很大很大的气。为什么？你学校翘课，然后又乱跑，害我们到处找不到你。错了嘛，我罚跪好了。冰冰，起来，快起来啊！起来啊，阿郎，你快叫冰冰起来嘛。他自己知道做错，他自己罚跪。你小时候做错事，我都没有这样罚你。妈，衣不着不成器，小时候你如果管教我严一点，我就不会浪费那么多宝贵的光阴跟那些人鬼混。妈妈因为你是吴家唯一命根子，所以才那样疼你呀、啊，并不是故意要宠你，让你去学坏的。冰冰，起来吧，你晓得自己做错，以后一定要改过哦。你打个电话给郝老师，告诉他冰冰已经回来了，免得他担心。请问郝老师在吗？我是郝玉梅。郝老师，我是阿郎。阿郎，冰冰回来了没有？回来了，她只是调皮，自己跑出去玩。冰冰没有怎么样吧？什么都没有。郝老师，很对不起，为了冰冰让你们担心了一个晚上。没有关系，阿郎，小孩子总是比较调皮，你不要太过责罚他哦。我知道。待会让他早点休息，明天还要上课哦。我知道，谢谢郝老师。不客气，明天见。明天见。怎么样，有没有消息？阿郎打电话来说冰冰已经回家了。哎，你还要打一个电话给素云呢、啊、她好担心你哦，怕你跟他们打架。喂，我是素云。素云，我是阿郎。你已经回家了？嗯。你没有跟他们起冲突吧？没有。那就好。阿郎，事情的经过你都知道了？我知道。幸好小副斗救了冰冰。我差一点误会了小副斗。你也去找了小副斗？嗯，还好我们没怎么样。阿郎，冰冰惹了这么多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什么都别说，安心的上班好了，晚上见。冰冰啊，
你的阿郎叔叔啊，已经打电话给你妈妈了，你妈妈叫你起来耶，快起来啊，快！哎呦，吴奶奶，我以后不会再做错事了。乖，你呀、啊，做错了事，可是啊，你也做对了一件事哦。我做对了什么事啊？你让我见到你妈妈啦。吴奶奶，你喜欢我妈妈？嗯，吴奶奶呀，很喜欢你妈妈。我也好喜欢妈妈，我也喜欢吴奶奶。你是个孝顺的孩子，所以啊，也是一个乖孩子。冰冰，你说，今天我怎么翘课了？说啊。我要开除那个园长，我明天我要换另外一家上学。你为什么要开除郝园长？他坏哦。你为什么说他坏？他乱骂我啊。你没有做错，他才不会乱骂你呢。阿郎啊，那个园长啊，也许太严厉了，冰冰可能怕他。我看明天啊，带他到另外一家去吧。绝对不可以，调皮的孩子一定要有严厉的好老师教，才有前途。一个特殊的家庭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儿童。听说他生长在山上，最近才到台北来，所以性格比较野一点。山上那种淳朴而豪放的自然环境跟台北都市的文明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习俗，所以他一时还不能够适应。可是他的脑筋比都市的儿童还聪明。这是个人的天赋，不可以一概而论。其实打从第一眼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喜欢他。他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孤独无聊，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不是存心不良，故意要捣蛋。那玩马桶的事情，方式不一样，心情是一样的。